这来到农村了，这一进家门啊，这一进家门就开始干活了。在咱家时候咋就不这么勤快呢，媳妇儿？在我们家不干活吗？干活干活干活，这就没在妈家干的这么多，我就感觉。那必须的，我妈那个。呱呱的，枕头被罩、床单被罩全给买一套。丽娜，丽娜，妈妈来，妈妈来姥姥家给姥姥买礼物，你没给姥姥买点礼物呀？孩子是她的礼物。你给姥姥带个孩子来的是吧？那姥姥给你看孩子呗。这我家老大这是天天跟他姥姥家住的，以后就跟着姥姥姥爷行不行？行。就还回去吗？还回家吗？回不回家了还？不跟你们。这整个暑假就在他姥姥家住了三个月。不跟姥姥家看着孩子。姥姥给你看孩子那个人。这来他姥姥家一次，给他姥姥带个孩子搁这看呢。这老大开始健身了，注意身材保养，开始。老二也搁这学他姐。现在带你们出去看看我老丈人给我们做什么好吃的呢？走。走。我老丈人准备给做烧烤了。这是鸡肉和猪肉。我爸搁这烤烧烤呢。等到我们九点多，今天来晚了。我爸说可能看到吗？小烧烤夸夸的，小院里边打扮多好看，小花就是晚上太晚了看不着了，马上烧烤就烤完了。他说能看见吗？老丈人家院里边这个东西就是小果，对身体都特别好。这种小果это для чая бабюда? Это шиповник. Его надо сушить. Это ничего, ничего, ничего. Его надо сушить. А зимой, его обычно зимой, это пьют. 冬天的时候泡水喝。Энергия большая. И让你的这个血压。Для здоровья хорошо. 对，对身体很好。Много. 有没有知道这是啥的，老铁们？评论区打一打。老丈人特色烤肉，哎，我爸才烤的，绝对行了。哎呀，小环境小花了，丈母娘弄的小院儿，大块烤肉，丈母娘给弄一下子。怎么了，和姐姐又吵架了？都不是我姐，都不是我的朋友。怎么了，这吵完架又不是你姐又不是你朋友了？你没啥吵架，崔姐是不见面想，一见面就打。你看，拉了个脸。Ты толстый. Да. Ты у нас вообще аккуратная. 告状。你 вообще не люблю себя. 他说以后你别接我姐来农村了啊，给他老爷告状。开吃。老大。这姐俩。农家菜儿。健康，土豆，烤肉，自己有老丈人找的蘑菇，自己家地的洋葱，菜，都是自己家院的，开吃。